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星露谷雨》的游戏实况，我是冒寒。那么这集的话，我们已经来到了冬天24天啊，一集过个两天什么什么的。来看看天气预报。哦，什么到什么？什么鄙视到了？鹈鹕镇举行从早上9点到下午2点。举办冬硕节啊，这是说冬硕节。明天就是啊，明天。好吧，明天到时候去准备个东西，敲个石头去。鸭毛好像好几次才掉一个。兔子还没长大。好的，把蛋放进去。牛棚。存钱升大房子，大房子才能集合。50000块，150个硬木。跑什么跑？也拔两次干嘛？跑啥跑？我去，你又跑得像什么一样？我们要等到春天啊，到时候下雨的天气去买一个饰品，然后才能结婚。现在是没法结婚，因为冬天是没法结婚的。葡萄酒死活不出来的吗？酿不出葡萄酒的吗？这就有点尴尬了。这才4个葡萄酒进去，怎么还没酿出来了？难道又卡 bug 了？还葡萄酒好几天才能酿一次，应该是啊，好几天。需要镰，哎呀，我要拿镰刀收割。我的镰刀呢？这还不能割。我没事种个防风草干嘛？为啥要种防风草来着？这个人物判定好烦啊！把史莱姆养了有啥用啊？
它史莱姆自动会产蛋吗？史莱姆养了半天好像没有什么物品啊，增加。好，我们要去弄点矿什么。一矿现在手上有几个？一磅有两个，还可以再做两个洒水器。哎，点错了，镇子。砸开金石，粘土。哦，这个没见到过，是什么？猫眼石、煤炭。哦，铁矿。哟，啊，这个好像日光是什么柳石啊？一矿，直接砸个一磅出来呗。金矿。哦，这个也没见过。黑曜石，没见过的石头都存了吧？嗯，这些都捐过了吗？好吧，没有宝物。让这些东西放到家里去吧。现在他说这些不能捐，只能放起来。又买一个箱子，没有大，没有高级箱子。干嘛呢？没事做，挖钱去。我感觉还是挖钱比较划算，冬天。摸摸箱子，挖挖钱什么的。懒得去下矿了，下矿太亏了，成本太高。哦，海螺。哦，好的海螺。一拿就两个吗？下雨天这里会有个人可以买那个饰品，我想起来了。然后我们再来找东西。含一点点硬木，忙时间来得及吗？哎，
没了吗？啊，这里面还有。好，走了。一天可以收12个樱木。尽量不要这种低体力去睡觉，容易回不上来。啊，把东西存一下，把这些全卖了吧。你看，我这个一天可以赚个7000多，1400。这个海螺存着吧。泥土、硬木，硬木120了。嗯，硬木120个了。还是挖地赚钱快啊，这个一天7000多。诶，这怎么了？诶，圣诞老人。诶，第一次看到上面有个东西飞过去，9000多块。那葡萄酒怎么还没出来啊？啊，这一天又不能干活了，要去那个了。葡萄酒啊，你们怎么还在酿啊？酿几天啊？我去，啤酒花9600，还是啤酒花赚钱。这中毒了。那我很纳闷，为什么每次都有看直播观众说啊，你要去看谁谁谁玩啊，看谁谁谁玩，我还玩啥，对吧？我又不是观众，我是实况主啊，我要看别人实况，然后再来录自己的实况，那多无聊啊！我们就要跟别人玩的不一样，对吧？总也有评论总说啊，你去看谁谁谁谁玩，这无聊啊。这明显就是打广告的。我的酒桶好少啊，有观众说酒桶好少，酒桶好少，慢慢来嘛。我没有那个，我一开始没有弄酒桶，没弄那个东西去抽。谁第一次玩会疯狂弄酒桶啊？没有，我还是一周目摸索中啊。以后二周目的话，啊，就玩得快了，上来就直接抽这个酒桶去。多挖矿，多抽酒桶，啊，抽那个树枝，树枝有了之后才能做酒桶。你看这个树枝没抽多少啊？我玩游戏我基本上不会去看攻略的，看攻略玩太无聊了。哎，这个蛋什么时候放进来？卖酒，卖了吧。带一个好点的礼物，他说，这葡萄酒好，要过好久才能拿。哎，哇，19000，你看，我可以买房子了。先把树去砍一下。9点多要去那个。9点多要去那个过那个什么节来着，先把树砍一砍。这一天又不能跑低了，搞什么没事搞什么节日啊？一搞节日我就不能跑低，就不能赚钱了。撞我干嘛？
我跟你啊，这个有何仇啊？居然撞我！三，哎，我居然被两个卡中。那这里没东西，没有东西，这我都懒得捡了，这捡了没啥用。室内有作物没洒水，洒了呀。那都有洒水器的，两边洒一洒就可以了。嗯，哎，史前手斧啊，这个好像之前有捡到过。室内作物我有那个洒水器在，不怕。给你们再看一下，现在观众说室内作物没洒水，洒了呀，哪没洒了？这两边洒一下就可以了，这里全是自动洒水的。有自动洒水，我怕它干嘛？他之前说几点到几点进啊？之前说几点开始的，忘了，几点到几点来着？有没有观众还记得几点到几点的？那我可以晚点过去，我先挖挖地。啊哦，好吧，没办法，去那边挖地必须要通过这里。嗨，多美丽啊！没有赢得冰钓比赛，我好难过。冰钓比赛不是之前的吗？啊，我礼物都没带。带个海螺吗？送东西吗？在这里啊，送不了东西，他不让我切物品。找村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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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长啊，在这里。尽情享乐吧。话说从哪里开始呢？这个任务？你想从林树拿到一个什么？新喷壶、加密酒、加料蜜酒、一双新潮的鞋。新喷壶，这瞎聊聊嘛。新相机，我没有新喷壶给我。你冷吗？外面手这个都结冰了，好吧。好，我们上去，我们上去。那直接可以离开吗？这活动没啥用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OK。啊，直接十点了，好吧，这一天就是浪费的。这一天就是浪费的一天。睡觉。19000。26。哎，有信件。我要炖一锅鱼，但是我找不到青花鱼。啊，我钓鱼都没练过，好吗？我钓鱼都没练过，让我钓鱼。我是一个农业啊，不是务农的，不是钓鱼的。这个还没出来啊。那这个葡萄酒要酿几天啊？我去，哎呦，好像牛忘记那个了。哎呦，兔子脚，这是兔子掉羊毛啊，真掉羊毛呀、啊！哟，牛忘记去弄牛奶了，没关系，少弄一天就少弄一天嘛，他们憋一天也没关系，反正还好现在是会自动喂饲料的，忘记去牛棚了。鸡舍好像昨天也没来啊，忘记了，漏了一天。我花点钱去买那个绵羊。哎，点不到下面的头牛啊。
然后几个奶，有一天没挤奶，每天都可以，就全部能挤到牛奶，牛奶、羊奶都能。哎呦我去，完了，怎么会往上面挤奶呢？奇怪。一二三，羊毛我可以交了。我有什么任务要交羊毛的吗？哎，我记得我有一个好像要交羊毛的这个任务，布告栏。不是，鸭毛，这个紫橄榄还没出呢，这个鱼没有，是没有羊毛的，红酒还没出来，还在酿，羊毛哦，不用了，羊毛不用了，羊毛可以卖多少钱？270，哎，不错哎，能掉兔子角，还能掉羊毛，哇，兔子角450一个。那兔子，我全养兔子吧，我不要鸡了。把这羊毛存起来吧，先，说不定以后有用。鹦鹉螺，啤酒花快没了。啤酒花怎么还不长出来啊？还不能收啊？多久啊？十几天才能收一波。这里浇个水，因为这里是浇不到的，没有洒水器的，其他都能浇的。哟，嘿，没事过来中个毒。哦，出来了，又可以做啤酒桶了。嗯，我需要再做个箱子。哎呀，没木头啊！我999，什么鬼？30个木头，一个粘土，一个铜棒。一个粘土，一个铜棒，一个铁棒，对吧？有铜棒快没了吗？要烧一点铜了啊！这个铜，嗯，啊，铜在这里，烧点铜去。铜没了，自动烧矿，高端。人家还在玩手动呢，我都自动烧矿了。整理一下，粘土，我就没树砍了，给我去下面砍树吧。哦，对了，去这洞里面看看有没有苹果捡。嗯，樱桃，哎，好东西，樱桃之前没捡到过。放不下了，天哪，只能放这里了。树冬天都不长啊，只能到下面去撸点树，像这种树可以看看。烩鱼汤，多砍点木头吧，这里木头多。
82个木头，做一个酒桶，做一个箱子，还需要再做个箱子，箱子满了都，箱子不够了。松果树枝，对了，我要去砍下神秘那个神秘森林的那个树。咦，有卖种子了。河豚八，哎，这个可以买，我记得有个任务要河豚，这河豚可以买，买一个河豚。电池组，我去，好贵啊。郁金香、龙虾、玉米、蟹黄膏。什么鬼？土豆种子、卷心菜沙拉、稀有稻草人，这个好像我已经有了吧？这个雪人的稀有稻草人，我记得我有了，上次买过了。这是家具，啊，不买了，太贵了，这玩意实在太贵了。我要存到150个硬木，生房子。钱我是有了，就硬木不够。我顶着伤害砍木头。哎，怎么连个蚯蚓都没有？每天只能拿12个硬木，太少了。我看看绵羊多少钱，不过养兔子比较划算，到时候把鸡全卖了，然后养兔子，或者留四只鸡就够了，不用太多鸡。有观众说下矿打箱子，嗯，也可以，但是太无聊了，我觉得还是冬天还是挖挖地比较划算。钱来的快，一天赚个10000多，10000多，特爽。哦，可以买猪了，可以找到松鹿，他们住在谷仓。绵羊，嗯，羊毛会长得更快，需要一把剪刀来收割这些羊。8000，我去，一头猪什么16000，我哭了。一头猪为什么这个要16000啊？我的天哪！不剪了，番红花什么我懒得剪。我先把这个河豚给交了。面包。这个河豚是交到那个钓鱼的鱼缸这边。钓鱼鱼缸看一下，这哎没有。河豚啊，可以放。鲨鱼、鬼鱼、木月鱼。每天挖挖地时刻，增加速度跑起来回家。
这一天又欢快的过完了，又赚了10000多咧，特爽。没几天可以赚，还有2天可以挖。马上就要到春天了，又要轮回一次。你看这里可以卖9300、4000、10000多。干海星留着，这个可以交那个的。这个木头存掉它。粘土，然后这个松果。把这个放到那边去。好睡觉，这一天欢快的度过了。睡觉，27啊，快27了，哇塞，就光卖杂货，雪山跟一个，雪山药不是雪山跟冬跟70块一个，雪山药100块一个，这钱赚。好的，冬季27天。OK， 那么这集我们先到这里啊，也是这个过了3天吧，过了3天，然后中间有一天是真的是没事做的，反正到时候我们就冬天过了之后就又可以重新种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了。不过我们有温室，想种什么也可以种什么，就是温室太小了，如果加个模组的话，温室可以变大一些。好，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下订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